When you're gone, the pieces of my heart are missing you. When you're gone, the face I came to know is missing too. When you're gone, the words I need to hear to always get me through the day and make it okay. I miss you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Kelly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英文歌曲《When You Are Gone》是由加拿大歌手 Avril Lavigne 所演唱的。When you are gone, the pieces of my heart are missing you. When you are gone, the face I came to know is missing too. When you are gone, the words I need to hear to always get me through the day and make it okay, I miss you. 当你转身离去，连我破碎的心也在想你。当你转身离去，曾经熟悉的面孔也在消失。当你转身离去，我多想再听到那些曾陪我度过难关的话语。我好想你。那么歌词里的 when you are gone， 这个 gone 的动词原型是 go， 动词的本意是走的意思。那在这里呢， gone 是已经离开、失去的意思，表示动作过程。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形态叫做 have been， been 的动词原型是 be， 意思为是。那 been 的意思是来到过的意思，表示动作结果。1963年至1967年间，车库摇滚开始风靡于美国和加拿大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车库摇滚还没有被定义为一种单独的音乐风格，因此没有具体的名称。在1970年代早期呢，一些摇滚评论家追随称他们为早期的朋克摇滚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艾薇儿被称为加拿大的摇滚小天后，那么艾薇儿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歌手。她不仅呢是一个极具音乐天赋的人，而且在每一首歌中她的发音都非常的清晰和标准，歌曲中的词汇也都很贴近日常生活。所以呢，想要通过音乐来学习英文的朋友们来说呢，她的每一首歌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，请您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，锁住更多精彩。